你敢相信，眼前这个就擅长踢球的小混混，竟然成为了枢密院的太尉？大街上，这个小混混带一群小弟，欺压一个外乡人。小弟们对那个外乡人不仅拳打脚踢，还用棍棒在其身上使劲敲打。看到这一幕，站在一旁的小混混不仅没有要收手的意思，竟然还在得意的大笑。可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。突然，围观的人群中冲出一个男人。住手！小混混高俅和他的小弟们瞬间愣住了。男人让被打的外乡人赶紧走。看到外乡人要跑，高俅的小弟们正要追上去，不料被男人一脚就把当先的小弟绊倒在地。其他小弟见状，纷纷对男人发起了围攻。可面对眼前这个男人，他们完全没有了刚刚的嚣张气焰。男人左一拳右一脚的，把他们像小鸡仔一样的轻松打倒在地。不一会儿，所有小弟都被打趴下了。高俅看到这一幕，满脸惊慌。紧接着，男人一步步向他走去，他害怕极了，使出吃屎的劲，撒腿就跑。可没跑出几步，就被男人抓住了。眼看跑不掉了，高俅只能用他那三脚猫的功夫，顽强抵抗一下。可面对眼前这个武功高强的男人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只有挨打的份。看到这一小混混被正义之士暴打的场景，围观的人都连连叫好。男人教训完高俅后，撂下了一句霸气的话：再看到你们横行霸道，就打断你们的腿。然后男人就离开了。而此时，一直坐在不远处的一位算命先生嘴里念念有词：阴阳逆转，国破人亡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此一时也，彼一时。谁能想到他的这番话竟然验证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呢？高俅被教训后回到打工的药铺继续工作，可药铺掌柜看出了他又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害怕给自己招惹麻烦。第二天，掌柜就婉言把他开除了，并举荐他去苏学士那里某差事。高俅去到苏学士府，谈话之间，苏学士看出了高俅的秉性并不是他看好的类型，于是也婉言拒绝了高俅，并举荐他去当朝驸马王太尉那里某差事。高俅满脸无奈，但没办法，只能同意。从苏学士府出来后，高俅又前往王太尉府。这一次，王太尉没有拒绝他，并让他做自己的亲随。高俅听了，感动得差点哭出来，总算有人愿意收留自己了。他连忙下跪感谢王太尉，于是他就留在了太尉府做事。高俅本以为这就是自己走了狗屎运了，可没想到让他更走狗屎运的事情发生了。第二天，高俅奉命去给端王爷送礼物。他来到端王府，王府管家带他去找端王爷，正巧碰到王爷正在和下人们踢球。高俅站在一旁观望，突然王爷一脚将球朝他这边踢来，他竟然以巧妙的身法把球接住并传了回去。王爷看到眼前这个陌生人一脸懵逼，见王爷询问自己身份，高俅连忙下跪自报家门并说明了来意。王爷得知他会踢球，于是让高俅跟他们一起踢上几脚。高俅想到自己身份低微，怎敢在王爷面前班门弄斧？可没等他犹豫，王爷一把就将他拉到了场上。把球踢给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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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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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爷被高俅高超的球技所折服，于是他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。